小心啊，别打了！娘，那啥时候能吃鸡呀？馋猫，吃鸡蛋还不高兴啊？还要吃鸡？娘炖的鸡好吃，可过年才能吃上。那你答应娘，以后好好识字，娘过年就给你炖鸡。答应答应，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。 小宝，谢谢你啊！小宝，谢谢娘。来，娘给你包，小心烫啊！嗯，娘让你吃。你忘了，娘不爱吃。爹，你吃。爹也不爱吃。小宝肯定不爱吃。哎，我爱吃，你才不喜欢吃呢。小宝，好好吃饭，别闹。 家里了，我下夹子去了。山上风大，你多穿点。哎，老三，哎，成天看你背着夹子往山上跑，打啥了？哎呀，山里兔子太贼了，看见我夹子了绕着跑。少一不行，你怪兔子，改天我教教你。不是你说啥？就你，你可拉倒吧，还不如我呢。你别把自个儿也夹着了。 大春哥，大春哥，日子定了没有啊？大伙都等着喝你的喜酒呢。我都不急你急个球。放心吧，拉不下你。要我说，越早越好。听说了没有啊？小鬼子已经进蒙武村了，不知道啥时候就跑咱们村来祸害了。听谁说的？昨儿个蒙武村的老杨官给我说的。 小鬼子可不是东西了，到处抢粮食，还糟蹋女人。让他们来摆个错事，弄不死的狗日。小鬼子有枪。我那板斧也不是吃醋的。大春哥，我走了。铁蛋。啊。你在山上留点心，看见鬼子招呼一声，大伙儿要有个防备。好嘞。
笑着呀，好孩子。冷吗？不冷，我穿得厚。大娘，这药不冷不热的，正好喝。陈大夫说，喝了这副药，你的身体啊就好了。着点凉，就闹成这个样子，越老越不中用了。大娘，来，这人呀是吃五谷杂粮的。哪有不生病的呀？您这身体已经算好的了。嗯，快喝了。干啥？进来。干啥？坐那儿。啥呀？留着给大娘吃吧。娘吃这玩意儿烧心，你赶紧趁热吃了。来，拿。你也吃点。你头发是香的。说啥呢？真的，特好闻。是鬼子来了吗？我出去看看。哎哎，别去了，太危险了。那我把斧子拿进来。
这小鬼子呀，都住咱眼皮底下呢，迟早一天得进村里祸害人。咱呀，得想个法子呢。大弟，咱不行，带着孩子也出去躲躲呗。往哪儿躲啊？再说了，幽僧还能撵走住僧啊？ 这小鬼子呀，一个个缺德带冒烟儿，那咱也得想个辙呀。回头把村里的壮劳力都喊到一块儿，开开会，好好合计合计。村长，不好了！铁蛋儿，不好了！来鬼子了！啊，来几个？在哪儿呢？就看见五个，都喝醉了，屠宰长生家门口，吵着要找花姑娘。这帮狗杂种。 我看看去，大爹，这小鬼子呀，个个都有枪，糊弄走就行了，千万别跟他们呛着啊！行了行了，这还用你嘱咐啊？你当心点啊！哎，你跟着干啥呀？还不回去把羊都藏起来？ 长生媳妇儿啊，你可要想开点儿。时间一长，这事儿也就忘了啊。多劝劝啊。 想开点儿，咋了？狗杂种！哎，大春，回来，回来！
咱惹不起。安叔，咋回事啊？这不是……哎，穿的厚，就擦破了层皮。小鬼子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斧子愣没砸着。我要当时在场，非杀了那些王八蛋不行。早晚弄死他们狗娘养的。娘，我饿了。吃吧。你也吃吧，我出去收拾。
进去吧，我回了。嗯，那你慢点啊。哎。爹。哎，叔。哎，大川，你进来一下，有事跟你合计。哎。啥事儿，叔？哎，长生家的事儿啊，我都听说了。这小鬼子一来啊，指不定还出啥事儿呢。我这儿琢磨着呀，把你跟秀才婚事先给办了吧。叔。您看我娘这病老不见好，等她身体好点儿再说。嗯，这样吧，先把婚成了，给你娘呢也冲冲喜，说不定一高兴还能好了呢。那感情真好了。叔，那您看我得准备点啥？哎，简单点吧。这要把小鬼子招来，可就不好了。行了行了，一个一个说，一个一个说哈，你都这么说，我听谁的呀？那先跟他。这还有啥好说的？一命偿一命，咱也弄死他个小鬼子。弄死小鬼子？你手里有枪还是有炮啊？你怎么弄死啊？啊？那长生媳妇白死了。当然不能白死，啊。可也不能蛮干，弄不好全村老少都得跟着倒霉。那我找游击队去。鬼子现在扫荡的紧，游击队活动到哪儿了还不知道。安叔，那你说咋办？对，对，你说咋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要我说啊，报仇的事儿得从长计议啊。眼下呢，大伙儿回去把牲口粮食先藏好了，女人弄得丑一点儿，实在不行弄点锅底灰抹在脸上，鬼子再来集合，女人们在当间儿，老少爷们在四周护着点儿啊。要没啥意见就这么定了，都回去吃饭吧。村长说的对，这事儿没错。那长生嫂子呢？那命就白丢了。那么好的一家子，就让那些王八蛋给这么毁了。你知道个啥？我。这啥世道啊？小鬼子是恶鬼上门，你惹得起啊？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这事儿还得常合计。你呀，多劝着点常事，别火上浇油。大川，我这跟你说话呢。哎，你说，我先回了。嗯。大宝、小宝，你俩咋来了？姑，我。我爹走了，走了？你爹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他说，以后，俺俩就跟着姑姑。啥？坏了！哎，你小心点儿。去不是找死吗你？啊，就死了吧！你嫂子跟我这么多年，没过过好日子，最后还被人给……我也不想活了，杀了这么狗日的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长生，长生，你的娘子活着呢，嫂子已经走了，你的娘子再去了，大宝、小宝咋办？大宝、小宝咋办？啊，鬼子咱得杀。可是咱不能搭上咱的命，咱得活着，活着。长生，长生，长生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这仇咱一定给他报了，一定报。啊！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最近鬼子活动频繁呢，你可得小心呐。是是是，所以我趁着天黑才来。哦，有事儿吗？是这样，咱们队伍现在缺粮缺的厉害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八路军的事儿我马上就办，不过也得等三五天呢。好，多谢叔。哎。红薯这多少斤呢？四斤猪肉，十斤花生，哎呀，十斤红枣。啊，我这正忙着呢。
下一个，队伍在哪儿呢？这时不问这个，行了，别在这碍事儿。把粮食放那儿，这是什么呀？麦子30斤，战斗时机，咱先记账啊！别着急，这是谁的？长生，野兔一只。 二哥，怎么缺粮来了？哎，好，放在这儿。一会儿都给记上啊。鬼子来了！快回去把粮食藏好，人都躲一躲，快通知大伙儿。 你的起来，小孩好，我的宝宝，我小孩，我的宝宝，哎，杰克，嗯，大春，他这想干啥呀？什么呀？我的宝宝。
大家都听好了，给我准备3000斤粮食，5头牛，为了大日本皇军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小孩就是你们给害死的。嗯，把孩子放下。嗯，你是说让我把孩子放下？大壮，我放下。嗯，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时间就是这个小孩的生命。啊，哎，大伙儿听我说啊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。大春儿，跟我回去拉牛去啊。走，粮食怎么？先把八路军那个给他们救救急，那边回头再说啊。哎，拉牛去，快快的，快快的！哎，快！大家都回去拿粮食和牵牛去啊！给我孩子，走开！那牵过来吧，啊，牵过来。太君，粮食、牛都齐了，啊，把孩子还给我们吧。不过，你要派人把粮食和牛送到军营去。哦，哎，明白。哎，哎，那回去吧。我们走。你走啊，给皇军送回去啊，去吧，快点，快点。哎哎，快点。都说说，把大伙找来啊，咱合计合计。鬼子三天两头到村里来祸害咱们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啊！亮一枪，亮一枪，亮一枪！你有啥说？我跟你说吧，不就给他干了？照这就干了！不就给他干了？干！还能有啥法子呀？咱就该弄死他几个狗日的！就跟他干去！
笑儿。爹。大春他们来了。赶快上来吧，脚都冻麻了。爹，您先回屋吧，我明儿就回来看你。哎，赶上这么个世道，委屈你们了。走吧。都是小鬼子，没花轿，没炮仗，连个喜字都不敢提，委屈你了。不稀罕那些。那你稀罕啥？傻。你说。稀罕你呗。多稀罕！稀罕你一辈子。那下辈子呢？下辈子还稀罕你。下下辈子呢？下下辈子，稀罕。想想下辈子。起来了，来，洗把脸。笑儿。嗯。来。干啥？抱会儿。快起来吧。哎，凉。都啥时候了？快。媳妇儿真好。
大江东去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。哦，故垒西边，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，乱石穿空，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。先に入っていてください。周りを見てきます。お前は食料を探しているのか。はい。一人では危険だ。気をつけろ。ご安心を。彼らは何もしませんよ。うん。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。もし何かあったらすぐに報告しろ。はい。遥想宫。跟我一起读，东亚共荣全，他们的为什么的不读？啊，太君，孩子们呢都太小，他不认识这几个字。太君，要不然你去旁边喝点茶暖暖身子。喝茶？对对对对对，喝完茶我得好好教教他们。请。大宝，耶，鬼子又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学校。我这就去，你别去学校了，先回家啊。水不够了，我再去给你添点。快点！村长，鬼子正在喝茶呢，怎么办呢？你去买点酒菜，想办法把他灌醉了，然后糊弄走就完了啊！行。皇军，你得什么人的干活？我是这个村的村长，是代表大伙儿来欢迎皇军光临的。那你快点去叫粮食，还有肥肥的牛，大日本皇军的需要。嗯，啊，皇军呐，现在时辰还早。待会儿酒菜买回来，皇军得先吃点喝点啊。
吃饱了喝足了，咱们再去找粮食，找肥牛的干活。嗯，韭菜。嗯。爹。哎，又闹雪。不是，是鬼子来了。村长让我回来的。小鬼子，有几个？来了两个，都骑着大马，一个在学校，一个去街里了。跟我进屋。大宝，看好弟弟，千万别出去。嗯。爹，你干啥？老实在家待着，千万别出去。这些好酒好菜，还请太君笑纳。啊，我先敬太君一杯。来，嗯，哦，哎，你这良心得当的好啊！哎，来。给您倒上，哎，哎，嗯，喝，哎，您再喝，嗯，嗯，嗯，这不能喝了，哎，那样，嗯，哎，太君。来，嗯，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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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太君好酒量，来，姑娘的理由？有，有，有，他们都藏那边了。呀，哟，开路！哎，哎，就在那边。很多啊，很多很多，我带你去。大春，不好了！咋了？我瞧见长生哥带着一个日本鬼子往村外走了。瞧清楚了？瞧清了。一个鬼子？就一个。你跟家待着，别出去。我叫两人过去看看。你小心点。你跟他待着，别出门啊！庄哥，抄家跟我走，走，看看去。好了，剃头，还没剃头。你小心，大姐。你看，就顺那边往那边看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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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花姑娘呢？花你老了！一二，喝酒，喝酒。你盯着，我去看看。狗杂种，操你娘！杀了他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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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
大川，我的大爷们呢？真给打死了。他们一块来的，还一个鬼子在村里呢。你说，这下不得把咱们村全点了啊？一个是杀，两个也是杀，那个也给他娘弄死算球。哎，既然这个死了，那个也不能让他活着回去啊。我把他引来，一块弄死。太君，醒醒啊！我给太君找了一个花姑娘。花姑娘啊，这里花姑娘大大的有啊，都在外边呢。走吧。你的，良心的，好。请。花姑娘，花姑娘，请。往前走，花姑娘。哎，慢着点，徒弟。哎，花姑娘，花姑娘。太君，这个的不好，那边的干活。嗯，花姑娘前面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太君。太子，来买。来，快快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快回去吧，啊，都别乱说啊。哎，知道了，啊，走，回去吧。是我，安叔，你出来一下啊！我回去琢磨了琢磨，埋在这儿肯定不行，离村太近。这儿又是鬼子的必经之路，他们要一来，没准就发现了，还是埋远点儿。埋哪儿去？也埋土沟去吧。成。
忘了。给我。行了，行行行行，来搭把手。把脚给他踩实了。行，走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等等。安叔，鬼子的那两匹马怎么办？哟，我把他俩给忘了。铁蛋儿，你回村把那匹马牵出来啊。大春儿，你去牵那匹，找个什么地方牵远点啊。成，我知道了。越远越好。村口等你。好。走吧。大春哥，你说鬼子会不会发现啊？怕了。怕个球，我就是问问。回家。哎，大春哥，这马鞍子真漂亮。少打歪主意，走，走。谁？啊，我，大春儿，三哥啊，你们这干啥呀？走个亲戚，走个亲戚，走走。大春哥，他们是怕了吧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回家。大春哥，你咋不回家呢？我送你回家。没事，不用了，就一点路，你回去吧。真不用、啊，不用了。成，那你小心点啊！我回了。嗯，回去。快去凤台山给游击队报个信儿，小鬼子这回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！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早去早回，别误了事儿啊！放心吧。乡亲们都听着，昨天呢，有两个太君
骑着马出来溜达，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就不见了。啊，你们谁要是知道就赶紧的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是良民。哎，要是知道不告诉我们，刚才太君说了要把你们全村都给杀了。记得了，老头儿，问你呢，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安娜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安娜大王，打开了。马西的过分，起来吧，怎么样？看见没有，太君生气了。他说了，再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。要是再不说出来，就杀了。行，一会儿鬼子要是走了，你带着爹和娘赶紧逃，有多远逃多远。你想干啥？跑得出去，千万别回来。记住了。你要干啥呀？帮我拿着它。我知道。出来。兄弟，你知道那俩黄金的下落？往齐村方向去了。啊，太君，齐村。よし。案内よ。带路。长生哥，秀，
这俩孩子，拜托你帮我带走吧。你为啥不走呢？祸是我闯的，我不能走。皇上，别傻了，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这俩孩子可咋办呢？他把小宝。 爹很快就会找你们。 あなたは言わない。準備やけ。 太君问：“这封马鞍子到底是谁藏的？谁藏的就快点说出来，要不然皇军真的要杀人了。”我藏的。 来了吗？
どこですか？放什么屁呢？就是问你，这个骑着马的太君去哪儿了？老子不知道。你放了那个人，这件事跟他没关系。放开了！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放开了！又咋了？我想回去找大春。你疯了？回去送死啊？你们先走吧，我要回去找大春。報告長官、総隊長の死体を見つけました。はい。あなた。はい。急げ。バカ。急げ。まだまだするな。どけ。どけ。開けろ。どけ。開けろ。まだまだするな。開けろ。どけ。開けるんだ。你怎么子给？他就要你们俩跪下。你怎么子给？你怎么子给？可里娃，都可歪呢。哎，可是的。他就问你们呢，这俩黄金谁杀的？要是不说，把全村都杀光。正常时代
地苍茫，战火燃烧在我家乡，鲜血浸湿脸庞，泪水盈满眼眶，敌人铁蹄踏过，留下满目遗疮，中华儿女挺起脊梁，不争一曲热土笑。